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亚生活家手作间。今天我们介绍的针法叫西班牙典礼魔绣。我们先在布上画上这样的标识线，然后从右端最上面的一条线出针，从中线对上去的第一条线的上端一点入针，然后左端第二条线出针，不要拔针，将线这样绕在针上，注意绕线的方向，然后拔针，轻拉至拉不动，然后从第一条线的中间入针，右边的第三条线出针，然后绕线，是从上往下的绕。然后右边绣完再绣左边，注意绕线的方向。结束的时候直接从这里入针，再在右边画一个小一点的，大家可以看看小一点绣出来的效果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出针和入针的点以及绕线的方向。绣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可以用来进行花边的装饰。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提出您的宝贵建议，我交流手作的心得。